太阳君早安！哇，今天好热，7点多就起床了，然后要来参加运动会。运什么动？对呀，要去妈咪以前的学校参加运动会了。那老师先说什么？老师就说：“阿宁永琪，你来了。”同学早就到了，同学还没有到，你第一个到，因为你住的最近，你离这边最近了。为什么？妈咪以前就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从那样婆婆家这样一路走上来，走去上学的。好嘞。那你以前就是路走过来上学？对呀。你都自己坐捷运？对啊，我都自己坐捷运啊。好嘞。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上学啊。那你有没有哭？没有啊，不会哭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走会啦。为什么？很熟悉就不会哭啦。你不像盲人吗？对啊，你现在在牵盲人吗？对啊。你，肖恩君早安。好累哦。你吃早餐，还有东西要吃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你今天喝这么满的牛奶。嗯。你把我的牛奶倒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你想长很高。对。好。那所以牛奶都要帮你倒满，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吃？哼哼。今天吃三明治，一半等一下给妈咪吃，君君吃一半，妈咪吃一半，感情才不会散。为什么？你是鸡蛋搞笑摸摸，为什么弟弟？午餐，今天下午有君君学校的运动会，在妈咪以前小时候的学校。在婆婆家这边，我们来邀请婆婆老爷一起去你的运动会。婆婆。那运动鞋跟蓝色衣服跟蓝色裤子吗？好。你有吗？有。哈。好，等一下准备吃完饭去出发去运动会喽。婆婆弄炒饭。会，会什么？会去。对呀、啊。老师也会。老师也会呀、啊，同学也会吗？对。好啊，大家一起参加。还有领领主任也会。哦，领领主任也会。君君吃披萨。还烫吗？今天的晚餐来。烫吗？蛤蜊浓汤。你可以先吃披萨啦，汤让它凉一凉。还烫吗？还烫吗？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还会烫吗？不会了。然后还有烤鸡。近一点，对。今天一样吃夏威夷披萨，你上次也是做这个、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一样。我上次也是一样的、
哪一种比较好吃？一样的。你做的好吃吗？还是买的好吃？一首救了鱼的诗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， 要从 A 开始。对，没错。他想要找一首诗啊，他妈咪去上喇叭课了。他说，一首诗啊，就是喇叭唱出来的歌，就是一首诗。不不不不不，这样。一首诗，什么是一首诗？他在柜子里找不到，这里有一首诗吗？没有。面条这样叹息着回答：“没有诗。”然后去翻出了一些打扫工具，这里没有诗，只有一只一条软趴趴的抹布，因为它总是湿湿冷冷的。他去找那个修车、修脚踏车的人。问他说什么是一首诗，无时无刻都在谈恋爱，无时无刻都挂着微笑。他说一首诗就是亚瑟，当你恋爱的时候，整个天空都在你的嘴巴里。哦，真的吗？好吧，你涂涂痒痒。去找袁太太那边，新面包店的老板娘。坏掉了，嗯，我的包包，好，你去拿，拿出来看看，没见，嗯，没有，没有，嗯，好，他就想买了3个法国面包和一个可颂给尖太太，一首诗。这不是月亮，那是什么？那面包是可颂，对不对？很像牛角面包。他说当你吃下它时总会有剩。好吧，那是装一点水。好，等一下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喝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江群晚安。今天累了一整天咯，下午从3:30睡到5点。你觉得下午有睡觉吗？我还好耶，我没什么，应该有睡，感觉睡睡醒醒的，没有睡得很好。有睡吗？你有睡吗？中午有睡吗？有啊，你下午有睡觉啊。哦，我有睡，今天早点睡，你有，你有睡着吗？大家都有吗？嗯，婆婆老爷也有休息。然后明天礼拜天芭比可以睡晚一点。芭比有休吗？芭比上班呢、啊。芭比有休假吗？没有啊，明天没有，明天要上班。小君晚安。很晚吗？芭比很晚，很早就上班了。好，今天有准备，好，群群加油 ！Go go go！ 加油！妹妹，看我们雪心的，妹妹们先坐下啦。对，好，来了。这根本就是虐待家长吧，老爷加油！好，换林永群了。辛苦老爷了。哇哦！哦哦哦！干这个目的啊！
出发。